帮我来试一下。好、啊，这个下来也是。下来也是，那、啊、但是你在吹的时候，因为绳子到时候你吹久了，它会太紧，变形掉，你要把它维持这个形状。那、啊、下来一样，下来一样先踩着吧，把上面那个解开。解开。好，这样放。好，好，就可以坐着吧，坐着继续。啊，那不要放太多，慢慢的。所以只要一把就可以录下来了，对。哦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你那时候会吗？有啊，就是喜欢过。哦。因为在28的时候他们。啊，因为我攀岩绳是动力绳嘛，所以它有。